大家好，我是饶地华。掌声，首奖。这一次获得首奖的歌曲叫《宇宙》。对，《宇宙》在跟宇宙探寻什么样的事情吗？我就是想说，可不可以认识一下宇宙这样子？啊、对，认识，后来认识了吗？他有留他的 LINE 给我。有，麻烦你也帮我加一下，好不好？要帮你要加吗？我也想要加一下。是，讲真的啦。KCOS。不需要，来讲一下这首歌曲的创作背景好不好？背景是不是？背景就是
加个赖。好，我们知道了。好，如果想要知道背景的，你就私讯我好不好？